接下来请收看《生命法语》。世界任何宗教的产生，都是基于善良和爱为出发点。全民为一切生命奉献和服务的时，就已经看到一切宗教信仰的精髓。人拢必须爱用来众生，才会让得到正悟。但应当以众生为树根，撒以大悲水，灌溉以大悲心，才会当开出智慧之花，菩提之果。离开了毁灭之源的众生，咱也无法度开花结果，成就发生毁灭。离开了众生，咱也不可能成就佛果，因此咱要感恩众生。
一天的24个小时当中，咱会重视无同款的行为，比如讲困、饮食、工作，甚至娱乐，每一项简单的生活模式，拢会当将其转变为幸福的因、解脱的因。这个转变完全取决于咱的发心动机。咱应该爱以慈悲心来面对人生的大小俗事。当咱发起大悲愿心，愿做大乘佛教徒的时候，咱就应该对当下迄一刻起，心心念念，拢尽量为众生来设想，永远将众生的利益放伫第一位。时时刻刻，拢以众生的利益为优先，立基德修持。让咱本着一颗无所求的爱心，平等地对待一切众生。从保护自己唯一的囡仔同款，宁可冒着生命危险，也不愿让自己的骨肉受到一点啊伤痛。Thank you.
应该以无私的爱心善待一切生命。真心的爱可以不断影响厝内底人、朋友，甚至一切无熟悉的亲分人，也足以改变全世界。一个健康的家庭应该是具备了包容和自爱。你一个欠缺包容和自爱的家庭，将会充斥着矛盾和困难，生活也不感觉到幸福。放下自我，对上以敬，对下以和，请以尊重、包容以及自爱分享予咱的厝内底人吧。怀抱着慈悲，无论走到倒位，拢爱以慈悲心制造快乐。
让爱的力量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唔通轻易哭出来，唔通为了个人的感情而委屈流目屎。想到这的每一滴目屎，都应该是菩提心的慈悲目屎。在《法集经》中，观世音菩萨曾经向佛陀禀白讲，作为一名菩萨，伊可以唔免修学真多的法门，只干那修持一项法门，就会当胜知一切佛法。迄个法门就是指大悲心。经典中曾经讲，老人将佛语经咒供述于观布之上，随风吹动，这就参像是风在读诵经典同款。你只要经过此经幻的一切众生，包括家族、狗侠下步了后，都可以以此功德往生极乐世界。来自一切受到此经幻加持的众生，都可以离苦得乐，这是何等的慈悲啊。Thank you.
善分，只会制造更加多的负面问题。谅解，才会当化解彼此的敌对。菩萨的哀伤悲哭，是为了一切众生的苦难来悲伤，并不是伫个为着个人的感情来伤心流目屎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投资型诈骗，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？事实上，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，吸引被害人上当，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，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。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，随即捐款而逃，千万别上当啊！轻松致富多陷阱，脚踏实地最实在。老大，我们扛了78年了，室内滴水，墙壁裂开了，坏了坏了！新超峰寺正筹建中，你看老三老四在后面努力撑着，在还没动工前，我们都要努力撑住。加油啊！是的，他们是新超峰寺大雄宝殿外四角头台庙角的力士。昭和18年1943年9月30日，自山上旧超峰寺迁移至今78年，新超峰寺拥有300年前由大陆南海普陀山请来镇殿供奉的白衣观音，到此参拜过观音菩萨的信众都感到非常灵验。山门经过岁月洗刷后的灰色调，飞檐翘角，人精神抖擞。殿内主尊供奉华严三圣，释迦牟尼佛、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，白衣观音以红白色调为主，雕刻线条清晰明快，面容温润的白衣观音菩萨慈祥中却可感受到历史斑驳的痕迹。右偏殿供奉初祖达摩祖师，
右手成拳，左手包住，以示善意。圆滚滚大眼睛加上露出的门牙，严肃中带点和蔼可亲。左偏殿供奉正气参天，关圣帝君。再近一点，圣君对你微笑呢。准提佛母身上的配饰是不是似曾相识？寺里一对一对的梁柱在造型上各有不同，梁上的题字是警醒，是祝祷，细致的雕刻艺术更具历史风貌，保存价值极高。抬头仰望日式风格的隔天井，年久老旧有滴水的情况，所以目前可看到大殿外观暂时性大铁架的罩护之下，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状况得到大大的改善。陶砖下方为年代久远的孤老石地基，可看出有下陷状况。静谧的大冈山新超峰寺的一扇窗一面翻，蒋觉新大师打造的青斗石天宫炉栩栩如生，细腻精致，还有很多值得探访的角角落落。邀您随喜共修修善功德，延续观音慈悲愿祝佛殿。邮政话拨00448584，00448584，户名新超峰寺，电话07-631-2291，07-631-2291。南无圣宝藏，尊圣宝床如来。南无圣宝藏，尊圣宝床如来。南无圣宝藏，尊圣宝床如来。念诵一遍，能消除骑乘牛马等罪障，亦能积集无量无数福德资粮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见到你笑，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，跟着你笑，幸福充满整个心房，毁掉所有骄傲，留下慈悲的温暖，学习拥抱分享阳光的灿烂。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，自由却不是方向，飞得高看得远，去感受世界的美好。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，旋转出生命的美妙，有了伴一起跳，才能发挥出力量。